跟你们打招呼呢。他被我的绝美英语吸引了吗？李涛本的。是那个摄影师的那个小鸟是吗？对。哦，我之前去那个地方拍证件照的时候看过他。好的。哦，注意一屁股。可以了。哦，我有馒头，你吃吗？你吃吗？你吃吗？拿给你啊。给你包。给你包。要吃的呢。好吃鬼。开心了，开心了。又。我是买这个馒头。蛋，小蛋吃。吃吗？吃吗？他叫小丹。哦，小丹。啊，给你了，他给你。哦，给你换。哦，谢谢。你怎么咋吃得掉吗？他给你换。哎，他一直存在嘴里吗？吃得掉吗？这么大。一直存在思考着。走了。啊，走了。他一直存在嘴里的。这么有心意，我是不是该给他快下来？藏起来了，而且没有口水。